家母最近呢有健忘的倾向，身为子女的担心老人患了痴呆症，请问该怎么办才能改善老人家健忘的情况？劝他念佛，最好把什么都忘掉，只记住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成功了。该忘的统统忘掉，不该忘的就这一句，时时刻刻提醒他，这样他能得佛力加持，他的健康状况会越来越好。